敌潜艇在我兵力集结区布设数枚水雷，上级令我舰前往侦查清除。演练以敌在我兵力前出航道布设水雷为背景，接到命令，多艘扫雷舰紧急向雷区机动，对水下目标进行侦察探测。报告长官，前方目标区发现浮雷。目标浮雷，左舷90度，给我。刚刚处置完水面威胁，舰艇编队又接到清除水下目标的任务。宣威舰将扫雷具投入水中，对水雷进行清扫。与此同时，青州舰和平度舰使用接触式扫雷具呈梯形对雷区进行清扫。经过8个小时的编队扫雷作业，任务海区的雷障全部清除。在连续多天的训练中，编队还将战术机动、火力运用、正攻情况处置等多科目融入其中，推动舰艇反水雷实战能力的提升。开训伊始，我们紧盯形势变化，紧盯使命任务，开展针对性训练，就是要通过教育引导、训练摔打，不断提高部队的打应能力，锻造忠诚勇敢、能打胜仗的海上红色尖刀。